唯独黄磊大师没去。主要是赶上每个月都不方便那几天，所以就不太方便去。你说的这个答案其实是没有说服我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最真实的理由了。我总觉得本子不会写这个内容。本子里应该还是说你喂水，遇水会变回原形。娃娃，我现在就给你，我纸呢？天价，黄磊大师。等会儿你们不能看啊，我必须的，你等会儿。急了，他真认真。没人吧？欢迎玛丽姐来到《妖猫传》的 IP 世界。今天你的身份是妖猫。我吧就不愿意撒谎，但是这个节目呢，你说为了节目效果，怎么办呀？太难了。这么大纸就这三个字，证实我的清白。上头了，上头了，上头了。